要不要去散散步？我们也好久没见了。抖音。抖音。姐姐最好，姐姐是宝，没有姐姐活不了。抖音。抖音。老婆是天，老婆是地，老婆的话我全都放屁。抖音。抖音。什么是早上好？早上好，姐姐，我爱姐姐。太阳戴口罩，花儿对我笑，小鸟说早早早，你为什么背上了炸药包？不对，他又在打游戏。你最近过得还好吗？故事里的那个他很难的冬天没有姐姐。巴山出水凄凉地， baby can you 亲亲我，亲亲我，亲亲我。奶狗是什么样的？姐姐，老婆。就我怎么了？哎呀，就我，对，就我。抖音。如果再失败，我没能送你花。抖音。抖音。抖音。什么是哑巴新郎？我不敢对你保证，玫瑰花它会一直盛开。又耍着我啦。抖音。抖音。什么才是真正的晚安？晚安老婆。睡吧睡吧我亲爱的宝宝。抖音。抖音。抖音。什么是反差？早上好，老婆。哈不起啊！哎，清个水呀，就是那个床叫你快潜水了。哎呀。抖音。抖音。为什么都叫我别开麦？我跟你说话，为什么你不开口？这泪水在落下，我的心。哈，那刷抖音啊？哎呦，快睡吧啊，快叫吧啊。抖音。抖音。继续睡吧，宝宝。
那就别走吧。为你续弦期，在我的季节里，为你去学习，甚至不拒绝。抖音。